是台中，哦，咱咧建林遐应该拢足清楚，哦，啊，第三项就联署，吼，啊，其实佫有一件，吼，哦，即包括我嘛有参与的，吼，哦，就是修改，吼，哦，即，这个总统的礼遇条例啦，就是讲阿扁啊，即摆也是，身体身体无拄好，吼，哦，啊，即应该恢复伊过去做卸任总统的礼遇的条件安尼啦，吼，哦，即有各种的方式啦。哦，其实会当做的吼，哦，我了解，即，这个民进党的立委也无遐无情啦，大家拢有想要做，吼，哦。要唔过，就最近即个联署的代志吼，最近即联署的代志吼，伊想阿讲，党团有讲要另外考虑，吼，哦，因为安怎？因为即马即个，比如讲拼瘦肉精，拼一国两区，吼，哦，啊拼联署，即规个吼，规个经费来讨论啦。为虾米吼？因为即，这个特色啦，讲唔对吼。特色这个代志吼，管理伫倒？特色管理，管理伫马英九，管理伫马英九吼。啊，到底超到什么款的地步，让马英九予伊足大的压力吼？比如讲，予伊足大压力，伫伊个唔好的代志，伫瘦肉精的代志，啊，予伊煞无法度颠倒反势，安尼会使救阿扁啊？吼，啊是讲咱拢恁，咱拢恁，即个民进党内底吼，内部撞来撞去吼。即，这个要连署啊，无爱连署啊，要直写啊，无爱直写吼，啊内底咱家己先意见啊，无一致吼，啊才变作啊，有人说内底哦，有淡薄仔要阻挡啦，啊若无爱，佫变作甚物扣啦吼，哦，我是感觉讲这使变作咱内部的矛盾啦，哦，我伫只甲大家说明吼，哦，其实我拄仔讲的几项吼，保外就医吼，即，哦，这个借户就医、总统礼遇、连署，我拢支持啦，我拢支持，好，哦。